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写完了报告，但不知道怎么会突然就没了。我相信你，这是你惹我的下场。什么鬼啊？难道是洛言？我知道了，洛言。 你一个举动就让我被能处就处，不能处的话，各不相犯不就行了？当时你有没有看到别人在现场？当时我只看到他一个人，一句话就害到我要被退学。这次不只是我，没有报告就没有成绩。你还要连累到我的朋友，既然我后退你就逼近，那我就不再后退了。 不要让你跟我有扯不断的关系。